们的北斗应用通过这几年的普及推广工作，应该目前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我们已经构成了一个生态产业链，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产业链，在我们的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领域里面，应该已经实现了标配化的使用。在大众应用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使用。所以，通过我们北斗在这些方面的应用推广和融合发展，已经极大的推动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建设，可以说，产生了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新的引擎和这个促对机的作用。